感觉要演鬼片人应该要很大胆，你是一个很大胆的人。我是一个很大胆的人，但是我怕鬼。哎，就是对。什么？这什么话？我很大胆。你用国语，你用国语再讲一遍。我是一个很大胆的人，但是我很怕鬼。还是用台语再讲。就是我是一个就多大诶啦。但是我没关系，讲国语。惊鬼，我惊鬼哦。我真惊鬼哦。我鬼哦。伊惊鬼，伊是垃圾鬼啦。为什么讲成泰文？真的吗？就是我大胆，是我可以，我很大胆。我觉得，譬如说，勇于冒险，大胆，我可以去。笑傲飞鹰可以。对，各种鬼屋不行，但鬼屋真的不行。对，高空弹跳可以。可以，但是就是我就是怕鬼，就是你说什么蟑螂啊、老鼠啊、什么各种蛇，我都不怕。啊！可是你的电影代表作就是鬼片人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大胆的地方，就是我去挑战我最怕的东西。对，因为你怕是因为你遇过，还是说？我从小到大，我阿姨都会吓我，因为我们家里是女人婆。你说阿姨穿鬼的装这样吓？他们会有的时候，你知道他们超坏的。我不知道你们有这样被吓过。我阿姨他们是那种，以前我家里面我最小，我跟阿姨他们还没嫁出去的时候，我们是住在同一个房间，我反正三个。然后他们说最小的关灯，然后他们都赶快躺下，或者是最慢的躺下的关灯，就会这样让我去关。那我关灯，我要从最远的地方绕过他们去关。然后我一关灯一关之后，我阿姨就这样。对，他们就起来讲，然后或者是有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他们那个开个小灯，然后他们两个聊聊天，突然间说。安，因为我小名叫安，那墙壁是不是有影子？然后我就什么影子？然后他说就在你那里啊，靠你很近啊。然后或者是晚上睡觉灯关掉，他们就敲那个床的那木板，叩叩叩叩。然后他们两个就一搭一唱说，什么声音？东，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我阿姨说没有啊。哎，你有没有听到？我其实有时候没有啊，又来了。怎么这样吓一个小朋友啊？我从小就被他们吓到大，所以我对于我后来长大之后，我去哪里我都要开着灯。这个是有阴影的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吓坏了。没有，一定是你的反应太符合他们的需要。对他们很开心，他们很乐。对，跟感觉起来，你跟你阿姨是差很少岁，对不对？还是没有。一个差17，一个差20。哇，那真的幼稚，真的蛮幼稚的。对，但我跟他们相处，他们到现在都跟我姐姐一样，还是在吓你这样，还是我们都会互相吓。现在我长大，我也可以吓他们，算是有报一仇啦。而且肤色这么白，那演鬼好适啊，好适。真的，我有时候靠近墙，他们会发现我的存在。太白了啦！哦，你要是没画眉毛，真的看不到你。真的。